今天找一个凉的风格。这是什么？不是，我今天去手工的风格。不是不同的风格。有来有来有有有，就是凉里面因为他们其实穿的是蛮亮的，稍微有搭配了一下今天的电影主题，凉天很大亮。我刚刚看到在那个上面，驾轻就熟。男生上面好好说话。在刚晚上，对，因为其实也没有让夏天就走，因为我其实已经两三年没有去练钢管，因为我后来学的就是，如果有 follow 我的人都知道我现在在学土法功，所以比较小心钢管。因为看了电影，然后就觉得哇，燃起了练钢管的欲望，所以这几天就稍微答应回去做一些功课。就是我人生当中最有女人味的时候，可能就是练钢管的时候了，没有别的时候了。对啊，在家里啊，这动作 pose 就是对，因为自己本身还蛮喜欢钢管的，觉得是一个很棒的可以练的节目，然后会让女生变得她很优雅之外，然后还会变得散发了很性感的气味，就蛮喜欢。骗的人有什么猎物吗？没有，因为就是我觉得武娘片很大，这部片很厉害，是它是真人真事改编。然后我一直也蛮想尝试这类的片子，是因为就是然后我们的工作就是当演员最享受的就是可以做人生当中你不会做的事情，或者是你做不到的事情。所以我刚才想说，我很想要尝试这种骗男生的角色。哦，角色不现实。现实我可能骗不了，我连玩狼人杀都骗不了，我也要怎么骗人？所以这样子是不是有被骗过的经验？你说被男生骗吗？啊、嗯，男同学也算，一定要来。这问题好难回答。那你偷偷跟我讲。可能我被骗，可能我被骗我自己也不知道。对啊，有的人被骗你知道，有的人被骗你可能不知道。所以自己是容易被骗的。我是不知道有没有人在骗我啦，你们可以帮我观察一下。奉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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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也就是很认真在练奉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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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我也很想要被猎。今天有没有被靠肩膀？可以学穿一下。靠肩膀？现在不会有靠肩膀。哦，那个女生她真的是睡着了啦，就是一个陌生人睡着。你要学起来。你说如果我有做大众运输工具的时候嘛，然后看到旁边是帅哥，然后假装睡着，假装睡着，不是假装跌倒，我可能会真的睡着。我最近都在练广智慧的专业。哎，这不好说，咱们就别问这么多。对，后面陆陆续续会有一些作品啊，就是慢慢的跟大家见面这样子，对啊，希望大家敬请期待。我特别想澄清啊。就是不要欺负我老板，因为不是因为我老板的关系，是他有一个不爱工作的艺人。没有啦，就是因为其实我有自己的计划，然后其实一直有别的东西在完成当中，所以并不是因为什么需要约变少，或者是因为我老板的关系。对，然后也是因为刚好今年前一段时间拍完通灵，然后我也想要有一点时间休息，所以才有这样的状况。但我老板，我有点对他有点抱歉，对啊，因为其实是我想休息。所以看到这个新闻，我怎么会有这样子？我个人是吓了一大跳吧。对，因为其实不是他的关系，对啊，是我自己个人因素。那我是有件事情说什么换角的？我是不知道哎，因为他们连来都没来找吧？对啊，新闻上是这样子。